结果现在不能聊哦。清洗好，阿张你把我们城里鸡胗子拿出来。调调。是要多余筋膜。肥油。你这打算的啥东西哦？这是牛身上的好东西，我把纯的鸡胗子压烧里面。那我吃饱满身跑。再把牛包脱膜，用剪刀从下水管道剪开。牛包一分为二，盖上花刀。把鸡胗洗净备用，凉水下入好东西，葱姜料酒焯个水。切点葱姜蒜，大桂香，花椒还加给一把，焯水以后捞出来洗干净，再把鸡胗过水，撕掉下水管道中间的膜，把它改成弹簧刀，烧油，再放点猪油，放入好东西煸炒哈。再下入香料、葱姜蒜，再放点豆瓣酱，加点料酒、鸡汁、蚝油，加入清水，再放入鸡精盐，把胡椒粉调味，烧开再小火煮50分钟。哇，50分钟以后放入鸡胗，再小火煮15分钟。哎，你做啥子机器？这是空气炸锅，炸东西不用油的，炸出东西健康又美味。好，不要油啊，这个东西吧有点贵哟。不贵，我是在德威 APP 上买的，他们家现在搞活动，划算的很。不仅有空气炸锅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精密小电器，质量也有保障。而且现在下载还有5.20的新人红包福利，点视频专访链接下载德威就能领取了。这是啥？哎呦，不用油都啷个香？时间到了。要得了，七哥。再点点葱花一把。好东西烧鸡胗送给大家，又名满山跑。就这个好东西烧鸡胗，我厚你脸皮，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阿哥，请哦。要得，开个。现在只能我添了添。你看，哎呀，气花了都你看。哦哟哟，念不起，差手自己发挥哦。哦哟，个个都凶得很。哥哥的巴士啊。哎呦，好多泡药啊。嗯，我的口感深刻哦，牛蹄有点像。嗯，烧个牛吧。嗯，还有这点三味，你们那个。嗯，嗯，哇，哎呦哎呦，好 Q 弹。嗯，我吃个小鸡腿。嗯，我吃个大牛吧。嗯，哎，我最喜欢吃个牛堡了。嗯，嗯，巴适，爱不嘛？好吃，巴适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结束。喜欢我，想互动的就给我们，我来，我们来点，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。